Good evening, what's your name? Good evening, 我是 Christine。 Okay, 你怎么样认识 Rain 的？是出国的朋友，他介绍我喝这个 Rain Soul。 你觉得怎么样？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很相信，因为 我买了一盒回来，然后放在家里，然后给父亲 try 先，然后我喝了，我现在自己也喝了差不多两盒多了，差不多一个月了，然后我觉得很好，因为我觉得我的皮肤比较光泽了，然后还有对我的月经很好，每次我第一天来月经的时候肚子会痛，然后会很疲倦啊，很没有精神哦。然后第一次我喝了过后，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，我觉得人很精神了，而且没有痛了。不过第二次更精神。第二次的时候，我可以早上7点8点起身哦，然后去做工，然后过了回来去 meeting， 然后到晚上2点睡觉，我好像不会觉得很累了，不会累的哦。所以我觉得它的 improvement 很快哦。嗯，好了，你吃了多久？我吃了差不多一个月了。OK， 谢谢你。OK。